今天是8月8号国际爱猫日，你一定会刷到很多猫咪视频，所以今天我来讲狗。八哥犬的智商到底高不高？如果是参考犬种智商排行榜的话，八哥犬智商排名第57位，比二哈还低了12位，说好听点就是中规中矩，不留情面就是连二哈都不如。直到去年横空出世的吴炳老师用他精湛的演技演出了吴炳护食记系列短剧，才让我对八哥犬的智商有了新的认知。原来我们中国的犬种也有智商天花板，但是直到前两天我又刷到了一只叫奥利奥的八哥犬的视频，一套旁若无人的操作让我目瞪口呆，我们先来欣赏一下。还不醒啊？人在这边，人在这边，我在这边，我在这里啊，我在这里啊，哎，我在这里啊，我在这里啊，哎，哎。哎，你看到人呀、这蠢的呀。你说他聋吧，他确实听见了。你说他瞎吧，他确实一直在观察门口。你说他不想理人吧，他又在努力寻找着自己的铲屎官。假设奥利奥不是智障的前提下，那有没有可能是管理他智商的主板驱动需要更新一下，或者是显卡散热出了问题，导致他开机过慢？所以我们看到的是他的身体醒了，但是他的大脑还在沉睡中。反正奥利奥让我对八哥犬的认知重新回到了正轨。原来八哥是八哥，吴炳是吴炳啊。我是 PD 新爹，有问题评论区艾特我 ，respect。